真的呀！追了我，追了我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关系啊！什么声音？两张，我们只是一张好看。哦，两张也有。对对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扫地机器人，扫地机器人。哇，你的好声！你压他的头干嘛？是什么样子？你要过去啊！干什么？喂，干什么？奶奶，快点，快一点，放开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老徐，你为什么都不吸他？为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他一看到，他一吸到扫地机器人，说：“哦，扫地机器人。”对呀，对呀，很棒啊！他就很想得啊！我很想要，我就觉得好笑啊！你哭了耶！他刚刚一直笑，然后都不吸。为什么？对呀，你们你们停在那里。我跟他拜托，多给我们20秒，因为刚刚都真的我都在笑。真的很笑。你 OK 吗？再给你20秒啦！从扫地机器人开始接好了。哎，你这个我好不容易吸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从20秒哈，好不好？想要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哎，他当时很想要。对。你知道我怕帮不了他。他很想要，你又不给他。这一个就是这么奇怪，你们两个。然后就是不吸他。对。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多20秒，多20秒，来计时开始。这什么声音啊？一定要拿到这个，他想怎么样？磊哥买一台送你，好不好？我还想要扫地机器人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说硬闹，你要搞得我很想笑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给他买。到底要怎么样？你不是我不给他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为了那个机器人，一定要吗？是他要，他要，他要，刷个他要。对呀，你那居然你不要。好不好？你也知道我快60了，掉了就掉了嘛，有什么关系嘛？准备好了，找错连接点喽。对，掉了就掉了。计时开始。给他，他要干嘛？伸舌头。好厉害哦，这个有了啦！哇塞，想要怎么样？到底哇塞！